北京时间9:00。正道入四川，让音乐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无处不在。我们用沟通抚慰你的心灵，我们用关怀感动你的听觉。飞扬885，驾驭新生活。生命是一场旅行，音乐是美丽的邂逅。欢迎你继续锁定和收听周琦为你主持的音乐新空气，我是海明威。心被撕碎了无所谓，寂寞却如影相随。呼吸阳光的自由和慵懒，沉醉音乐的味道和感觉，摇开车窗捕捉这个季节的气息。我开车，我一路上听音乐。我行走，我一路上听音乐。这个城市用音乐舞动生活节奏。我需要新鲜动听的旋律，唤醒沉睡的耳朵。我需要呼吸音乐一般的新鲜空气，打破生活的乏味。音乐新空气，音乐新空气，带心情随音乐一路欢唱。带心情随音乐一路欢唱。你觉得幸福会是什么？是清晨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你的枕边给你一个吻，唤醒你的早晨，还是在一大早呢就会发现，哎，阳光又出现在你的眼前，是这么的明媚和亲切？那或者呢，是将您的耳朵锁定在我们收音机当中的一个调频，就是88.5宿迁交通音乐广播，因为这里有无限的好音乐给你更多快乐。我是周琦，来自于音乐新空气的音乐问候。那么今天呢，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更多的新歌和好歌咯。有什么期待吗？第一首歌是送出的哲林同学终于出了他的一首新歌，非常的期待哦。那说到蔡依林的话，最近好像也有人传他跟周杰伦的一些事情，比如说复合呀，其实双 J 恋那早已经是过去的事情。